风破浪姐姐第四季改名为乘风2023，播出后话题度居高不下，节目邀请到许多大咖艺人聚集，其中包括台湾歌手 Ella、 阿琳、许怀玉等人。日前节目公演比赛来到第五个阶段，而第五次公演淘汰名单疑似被提前流出，有网友发文透露此次公演排名第一是谢娜组，组员包括贾静雯、刘雅瑟等人都顺利晋级到决赛阶段，不过拥有高人气的谢欣、许怀玉双双被淘汰，令不少网友直呼好可惜。事实上早在节目开播以前，网络上已经流传出疑似内定的成团名单，最终将会有11位姐姐成团出道，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贾静雯、许怀玉将在决赛阶段被淘汰。不过现在比赛的进度与当初流传出来的名单版本不同，因此还是有大部分观众对接下来的比赛抱有期待。